成绩出来了，大家传阅一下，看怎么样？刘少，100分。100分。还给我。哎，行啊，没百科书本。 后悔和我比了吧？我说一下啊，这堂课答疑，大家是第一次编程，可以相互交流一下，看看别人的思路。大神，帮我看看。全是那种小键盘。我的思路是这样的，你就高数挂了吧？啊？没有？那怎么学了跟没学似的？你给我看看你的呗。我的呀，你可能看不懂，看课代表吧。哇。 好简洁啊！我用了2个复修，可以用函数。我刚才那个脑子没转过弯来，谢谢啊。正常，我有时候也这样，熟了就知道了。又在笑我假了。耳朵挺好使啊。你给我看看你的。 是这样的。